Thank you.
想来这边 kayak 的。Oh, there's a kayak on. Oh yeah, it is. 但是我们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大部分出租 kayak 的地方都关门了。于是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个高尔夫球场，这里有正式的那种高尔夫。我们没有选择打正常的高尔夫球，而是选择了打迷你高尔夫球，因为觉得这个比较轻松。